2018台北跨年主持名单出炉啦，将由天星、黑人哥跟谷谷海玉芬带大家迎向2019年。三人首次合作搭档主持，对于工作的分工可是没在开玩笑，尤其是黑人哥的部分。最近身材练那么壮，是跟去年的 rap。我什么比鸡腿啊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不要再害我了。怎么办，今晚都开始期待三人道士会多有效果啦。不过听说演出的卡斯阵容也很厉害哟，拜托可以再透露一些吗？你都没有打听一下吗？打听啊，没有耶，主持人都没有消息。没有耶。真的好期待阿妹，还有顽童，是吗？我好期待哦。我是比较期待，我是真的非常期待。Lady Gaga。黑市幽默真的听不腻哎。不过爸爸在主持跨年，妈妈在商演，那菲菲想想呢？令他八点半就睡，那没有办法一起跨年。可能没办法，就是先把他哄睡。我本来是想要把菲菲想带来一起跨年，可是呢，妈妈就是很。紧张，他很容易就是突然间说不行，他们要按规矩来，有假日也是一样，八点半要准时闭眼睛睡觉。看来菲菲想想只能再看重播喽，希望没有儿童不一样。艺术青年，还要闭嘴吗？一零一分艺术青年，你是说